亲爱的读者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志琪。那听说志琪今年又入围了 FHN 的全球百大性感美女名单。那听说呢，入围就是肯定。但是呢，志琪可能想要再贪心一点点，跟大家贿赂一下，可不可以每天投票一次，然后把你手中宝贵的一票投给徐志琪呢？感谢感谢，然后让志琪今年的名次可以比去年的更好，在这里跟大家贿赂一下喽，拜托拜托，拜拜。